嗱，我今日所講嘅咧係講到100%走喺神完美嘅計劃之中。嗱，其實人咧係好難好難能夠100%走喺神呢個完美計劃，但係我哋盡量接近。而我哋發覺咧，其實好多人咧唔係爭好多嘅喎，其實好多人嘅努力係好大嘅喎。不過咧，好似啲努力咧係好多時係嘥咗嘅。其實有好多好多基督徒咧有心去服侍主咧，佢係的而且確有付出努力。不過努力咧有時未必係即係達到個效果。咁第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話唔需要完美都可以侍奉嘅。我呢次嘅講信息咧係講到我哋嘅生命嘅提升，能夠提升越嚟越進步，能夠每一方面去處理生命。但係我首先未講追求完美之前咧，就話你未夠完美都可以侍奉。等你唔好話死啦，我唔夠完美，我唔得噶啦咁。即係唔好話你唔夠完美唔得，你唔夠完美都得。不過我哋想追求完美，可以能夠更大嘅發揮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有一樣嘢就係，因為好多時人咧就覺得我啲問題好細啫，唔緊要啦，唉，發下脾氣啫，猛整下啦，冇乜耐性啊，冇乜即係冇乜付出代價。唔緊要啦，即係少少問題啫，我都有做其他嘢嘅。但我哋記得一樣嘢，就係任何嘅地方我哋冇行神嘅路咧，就已經有破壞性嘅。任何嘅地方，而任何地方我哋冇行神完美計劃，已經係罪嘅。咁咩意思呢？因為神創造我哋咧，就按照佢嘅形象，就充滿神嘅榮耀，充滿神，即係創造我哋係有聖潔神嘅聖潔公義喺我哋心中，亦都有神嘅愛嘅。咁但係我哋當我哋冇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已經係犯罪嘅，即係我哋唔係好似天上嘅聖徒咁樣樣嘅時候咧，已經係犯罪，即係話我哋會煩啦，會猛整啦，怒躁啦。好多人就話好難喎，點解唔煩唔怒躁咧？但係其實喺神裏面咧係可以一步步處理。咁我哋今次都會講到一啲題目點樣處理。但係加拉太書6:8一齊讀下，順著情欲殺種的，必從情欲收敗壞。就係話，任何嘅地方，我哋唔聽神嘅話，係順從自己嘅情慾咧，就一定收敗壞。呢、这個唔係指一定要好大部分嘅生命有問題。如果我哋時時都係一種負面嘅思想、負面嘅感覺、負面嘅情緒，好激氣勞躁，这個已經係一個情慾嚟嘅。咁咧就會喺嗰方面咧就會收到敗壞嘅。咁所以呢度好似人哋中央啦，插秧又好好嘅，係咪？插秧會將來會生出有稻喎，有米喎，係咪？但如果你種係罪咧，個後果就好嚴重啦。咁而我哋好多時咧，我哋就不知不覺咧，就容許啲罪喺我哋心裏面啊。咁而聖經講到咧，我哋喺呢個侍奉咧係好似賽跑嘅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賽跑。嗱，呢個經文咧其實好多人都唔熟悉嘅喎。哥林多前書9:24一齊讀下。你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。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叫你們得著獎賞。凡教力爭勝的，諸事都有節制。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，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，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好啦，呢度講到咧喺場上賽跑都跑，但係得獎賞只有一人，即係賽跑嗰時候冠軍喺呢個咧係希臘嘅時代嚇。咁咧希臘嘅時代佢哋就冠軍嗰個咧得到獎賞，咁其他嗰啲冇份喎。咁你就跑嗰時咧就係咁跑法啦。佢話咧你哋亦都應當咁樣跑，好叫你得著獎賞。但係佢意思唔係話天國只有一個人得獎賞，佢意思係你咁盡力啊。咁盡力去跑，好似賽跑嗰時候，你係要跑到第一嘅，要盡力，唔係要贏過別人，也要贏過自己，讓我哋能夠生命發揮出嚟。咁而凡係教力諸勝爭勝嘅人，即係話呢啲所有呢啲咁嘅運動嘅人咧，都要有節制嘅，一定要節制，唔好食太多啦，唔好太肥啦，要操練啦咁。咁咧就，但係佢要得，只係得個能壞嘅冠冕，都會壞嘅。但係咧，我哋點樣？我哋奔跑即不像無定向嘅，唔好似今日跑呢樣，聽日跑嗰樣嘢係嘛？神啊，你幫助我整個生命發揮出嚟，想唔想啊？我整個生命發揮出嚟，可以祝福好多人。而家我其實我喺今年咧，我睇到之前咧有一個弟兄咧，佢對我發嘅預言，亦都有其他人對我發預言嘅。曾經有一次喺個聚會，那個講員
一望住我，跟住叫我出嚟，佢話：你將來會去到列國宣教，係好多年之前嘅事。然後咧，亦都咧係當時咧有一個教友，因為嗰陣時我要離開香港，翻去我本來嚟嘅地方。咁咧，但係咧佢就同我祈禱，佢話咧：你將來會去到列國，你將來會翻嚟嘅，並且你唔係淨係翻嚟香港，你會四圍都去嘅。咁咧真係應驗啊！當我今日睇到啲人得幫助嘅時候，我真係話神啊！你幫助我哋，幫助我更加去祝福，讓我能夠全然嘅發揮出嚟。其實你都可以嘅，因為呢啲教導我都係送俾你，你可以用嘅。當你學到之後，你就可以激勵人。譬如我今日講嘅信息，你都可以激勵人，就係話我哋每一個都可以更大嘅發揮。我哋每個人都有障礙，其實呢啲障礙係唔係一定要留喺度嘅，都係可以處理嘅。咁所以我哋奔跑不就無定向，鬥拳不就打空氣嘅。譬如兩個人鬥拳，一個猛喺度打，成日打空氣。你話鬥拳咁樣有咩用呢？咁我係攻克己身，首先咧真係處理內心啊，呢個處理生命啦。我裡面有啲咩嘢唔好，我要處理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，自己反而被棄絕喎，即係唔好傳福音俾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。就在場上賽跑。嗱，喺呢個經文講到神的恩典係咩咧？神是俾我哋動力去祝福人的，神俾禮物我哋去送俾別人，去祝福別人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禮物送俾人的，有時我帶一啲人嚟祈禱啊，你即刻祈禱咧，真係睇到個人得幫助喎。所以其實神俾咗禮物你，神亦都賞賜你嘅，即係每一個神都將一啲恩賜賜俾你，能力賜俾你，好想你使用。而加力量俾你，當你親近佢，你就越嚟越有動力，你就會有一種聲音喺裏面提你嘅。神就係想我哋每一個都係祝福人，而你祝福人嘅時候咧，你就自己得福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用球賽嚟到比較啫，先經文都用球賽啊。嗱，因為我熟悉嘅咧就係打網球，而我係中意打網球嘅。咁係一種運動。其實我停止網球打停咗成十年咯，就為咗咩咧？就為咗想祈禱。就是我聖靈充滿之後咧，我就停止打壁球、網球，就是等我有多啲時間祈禱。咁但係咧，我而家發覺咧，年紀大咗咧，大咗之後咧，係要運動翻。如果唔係咧，身體咧又會受影響啊。所以我而家又運動翻嗰個動力咧，就係保持身體健康。嗱，呢幾個咧，第一個左手邊咧，祖高域就係而家全世界網球冠軍嚟嘅。但係呢三個全部都做過冠軍喎，即係全部都贏過，好犀利嘅。譬如梅利咧，第二個梅利咧，佢打網球，佢示範啦，開波啊，喺對面牆有個汽水罐啊，佢打開波對準嗰個汽水罐打落去開波，即係咁準喎。但係佢而家都唔係世界第一名，係第二名，即係話佢好犀利，但係佢都唔係第一。咁然後呢個拿度咧，都係好搏得好盡嘅，跑得好勁好勁，即係佢成日都喺俾人哋打到最盡嗰時咧去救波。好啦，跟住下面嘅圖咧，即係代表一啲好多其他嘅球員。其實好多球員都好叻嘅，但係點解唔係打到世界冠軍咧？點解有啲咁叻？點解有啲唔係咁叻咧？同我哋侍奉有啲相比嘅。喺球賽嘅時候咧，係需要有信心嘅。即係譬如佢出嚟，哎呀，我今日實輸俾佢，咁佢就實輸噶啦。你球賽因為係需要極度嘅勇猛，極度有信心。我今日可以打到佢嘅，即係要有呢個信心先得嘅。咁同埋我哋侍奉都係喎，你話哎呀唔得嘅咧，祈禱冇果效嘅，咁你就祈禱冇果效，唔得嘅咧，咁佢唔會信耶穌嘅，你就會冇果效。或者你話哎呀我唔得嘅咧，我冇乜用嘅啦，我侍奉都冇乜用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咁樣相信咧，你就影響我哋。其實無論侍奉或者你成日都係嘅，你成日都話哎呀冇人中意我嘅，咁咪就冇人中意你嘅。因為你嘅心覺得咧自己唔可愛，你同人傾偈冇人中意同你傾偈，你就冇信心。但你覺得我同佢傾偈會影響到佢嘅，祝福佢嘅，咁你就有信心啊。咁啊，球技其實打波球技好緊要嘅。咁咧喺，但係咧有時最叻嗰啲啊，唔係一定球佢球技一定叻，但係第二、第三名嗰啲啊，佢未必球技差過佢嘅，佢係爭其他嘅因素嘅喎。好多時鬥波唔係一定話球技最叻嗰個贏嘅。有些第二名可能球技都叻過佢嘅，但係因為佢其他嘅因素。咁喺我哋侍奉嚟講就係恩賜，或者我哋嘅聖靈恩膏嘅能力。咁呢樣嘢係可以建立嘅，可以訓練出嚟嘅，可以操練出嚟嘅，亦都係神俾嘅恩賜。我哋點樣發揮出嚟？咁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因素。
但很多人就話唔得嘅咧，我冇恩賜。但你有呢個火熱嘅心咧，你就神嘅恩賜就會跟住你啊！勇猛啊，打波係好猛。你如果你有機會，你睇下網球或者睇下其他嗰啲波，佢真係好猛。佢直情咧，哇！俾人打到逼到佢好後，跟住佢打球波咧，佢唔係淨係打翻俾佢，係攻擊翻對方嘅喎。周時被人攻擊，又攻擊翻對方嘅。咁或者你有時睇足球啊，其實我唔會睇足球，因為呢啲太嘥時間。網球我都唔睇嘅，即係喺因為我屋企人食飯嗰時，佢梗係開新聞啊嗰啲咁樣，咁我會睇到嗰啲足球。咁我都欣賞嗰啲人喎，好犀利嘅喎。佢嗰球波嚟到咧，佢唔係停一停又踢嘅喎，個球波喺半空佢又踢，咁啊入咗網。即係有時咧就係喺危急嘅時候，係呢個咧真係勇猛啊！有時咧倒吊啊，成個人飛起。就跌落個地下嗰度，飛起嚟到踢向個波向後嘅，咁呢個就係好極度嘅勇猛。咁喺侍奉都係好有勇氣，其實咧侍奉好多時就係好多人冇勇氣嘅。點解咧？唔敢傳福音，佢唔會信嘅，唔敢去做。我就係放膽去做。當我喺1998年經歷聖靈之後，我唔記得我係99年2000年我就開始有去宣教。咁去宣教嘅時候，我做一樣乜嘢咧？我喺因為喺啲啊聖靈恩膏聚會，我見到嗰啲領嘅人佢點樣帶領啊，我就試下帶領。除咗按手祈禱，我就試下帶領，就發覺佢哋一齊投入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聖靈嘅同在係更加強烈嘅。咁其實我都好想我哋係放啲啊，放啲輕鬆啲啊，唔好咁緊張啊，喐下個身投入啲嘅時候咧，我哋經歷聖靈更強嘅。咁我試過好多次，其實我試過咧，亦都有攝錄嘅。當人一班人投入嘅時候咧，佢成班經歷喜樂啦，好大嘅能力啦，呢個係我哋可以經歷嘅，就係有勇氣去試，勇氣去做一啲嘢平時冇做嘅。打波嘅時候要策略，打波嗰時咧，其中一句説話係咩咧？你要打去個人唔喺度嘅地方，佢人企喺度，你打翻俾佢，咁咪即係你唔會贏到佢。佢唔喺嗰度，你打去嗰度嘛。呢個就係其中打波嘅策略。咁咧就同樣侍奉都係要策略嘅。有些人猛咁做，其實有些人很勤力做喎，由早做到晚喎，但係咧佢嘅果效唔多，佢嘅生命提升亦都唔多，因為佢用人嘅策略，其實最好就用神嘅策略，神嘅策略係最好嘅，神嘅策略係透過聖靈充滿同埋充滿神嘅話語、神嘅愛，然後能夠影響人嘅生命，並且帶住能力為人祈禱，咁嘅時候咧，人嘅生命嘅提升就高啦。我去好多地方為啲人祈禱，真係佢哋就靈命更新，一下子就提升喎。我見過好多人一下子經歷聖靈，成個人改變。咁啊，另外就投入啦。譬如佢哋呢，真係一日打好多個鐘頭嘅，日日要練嘅，日日要用各樣嘅方法操練。咁同樣，如果你想聖靈充滿，你一定要用時間長時間操練。如果唔係長時間親近神，如果唔係你係唔會被提升嘅。咁所以幾樣嘢啦，嗱一齊讀一讀右手邊嗰度啊。侍奉需要咩啊？信心、恩慈、勇氣、策略、投入。好啦，有啲人付出好多代價，但係果效唔多啊！嗱，呢度有隻馬拉嗰個車咧，拉到哇，或者唔夠食，或者係病咗，拉到唔喐唔得，瞓低咗，或者拉得好辛苦。嗱，佢做好多嘢喎，佢真係好勤力嘅喎，係咪？但係呢個可能係高鐵啊，一種高鐵嘅車啦。個司機只要入到一踩咧，佢就搶咁就去噶咯，好快噶咯。只要佢一踩就去噶咯，即係話當佢有呢個適合嘅工具，同埋咧有呢個適合嘅策略嘅時候咧，佢可以好快好快。侍奉都係嘅，可以好大能力。其實你唔好話你自己唔得啊，因為嗰個能力唔係我哋啊。呢樣嘢係最緊要，我成日叫你操練，同埋你跟我哋去宣教嘅時候操練，你就發覺人真係會經歷聖靈嘅。你就知道不是你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因為我們個個都有這個能力。不過問題是你上不上的車，跟著你踩不踩，踩不踩油。如果你願意上這個車，願意參與，你不上的車你永遠都不行的。你要上的車，然後你有信心，剛才所說的幾樣，有信心、勇猛、有勇氣的，有恩賜的、策略的、投入的，神就會越來越大大的使用你的。好啦，嗱呢度一個圖咧，呢個圖表係代表乜嘢咧？即係呢個藍色嘅咧，即係代表一個侍奉中有能力嘅人。
啊，可以係其他嘅侍奉嘅人，或者譬如用我嚟做代表嚇，比較嚇。我用幾樣嘢比較，經歷聖靈。其實你哋經歷聖靈有啲經歷都幾強嘅喎，我一祈禱就充滿喜樂嘅咯喎。經歷係咪相差好遠咧？唔係好遠嘅啫，唔係個距離遠得好緊要嘅，係有距離，不過唔係遠得好緊要。即係我想講咧，呢、這個可能嗰個距離可能好近嘅。嗱，經歷聖靈同聖靈恩膏又唔同喎。經歷聖靈恩膏即係話你能夠祈禱嗰時，嗰啲人都經歷，但係你唔緊要嘅，你個經歷未好強都可以提升，同埋你。聖靈恩膏你身上唔強都好，都可以提升嘅。好啦，嗰度爭啲啦，同神嘅關係呢、這個包括我哋對神嘅信心啦，點樣喜悅神啦，時時去親近神啦，同埋日常生活去親近神啦，時時諗到神，一諗到神就好歡喜。呢啲包括曬同神嘅關係。咁到底有幾大分別呢？有分別，但係未必好大。好啦，跟住處理生命啦。其實你都聽過曬聖靈啊，呢、這個輕鬆得勝喎，係咪？我都成日講啊，處理生命啊，處理情緒啊，處理唔好俾人影響啊，你都聽過好多次嘅喎。不過問題你要翻去做嘅啫。有啲人聽完咧就有做，有啲人聽完翻又唔記得咗咯喎，一俾人激親就發脾氣咯喎。咁咧係有分別，但係係咪一定好大咧？又未必一定好大嘅。有啲人處理真係都係好接近嘅。可能委身願意用幾多時間，願意投身。投身 去侍奉，去真去宣教，去起碼不去遠的去近啦，或者即日有一些幫助的，有些人嚟到我哋服侍祈禱的，你願意委身去做咧？去委身是很重要的。咁咧，然後侍奉的能力啦，呢樣嘢就話你訓練到有幾多，操練有幾多，能夠用唔用得出嚟，個經驗點樣樣？咁當然喺我嚟講，因為很多年的侍奉的經驗，即係我向過很多不同的人傳福音。做過好多好多，好多時候要執衫，因為點解咧？忽然間有啲新人嚟啊，有啲唔同嘅人嚟，我又要執衫，向不同嘅人要講不同嘅信息，因為講操練多啊，講慣咗啦，咁亦都咧喺經歷四年之後一路提升啦，咁變咗我嘅經驗係多喎。但係呢樣嘢你哋可唔可以達到咧？其實都可以提升嘅喎，呢、這個侍奉嘅經驗同埋能力係可以提升嘅。但係一個好大分別就係膽量啦。咁咧膽量到底你有冇膽量咧？有啲都有膽量啊，向人傳福音嘅。但我真係經歷聖靈，我就唔怕死喎。當時其實我喺神學院教緊嘅，佢哋警告我唔可以同人按手祈禱噶啦。但我咧，咁我就喺神學院就唔做啦。但咧，我喺其他情況做嘅時候咧，即係佢哋有人居然又發現到喎。咁咧，雖然個後果好似有啲人睇上嚟就好似。好慘，但其實係更加好，因為點解我出咗嚟咧？我個侍奉更加大，即係我就係唔怕，因為我覺得我做神嘅工，點解我要怕咧？點解怕俾佢影響咧？咁我就唔怕，我就係咁向前去。首先我嘅教會全個個個都祈曬禱嘅，個個都按手祈禱，幫佢經歷，並且幫佢保持。我出嚟又成日咁做，不斷嘅做嘅時候，越做咧就越有膽量啦。咁傳福音都係我第一次傳福音，其實嗰陣時我未係牧師喎，我信咗耶穌。我就巴士上為隔離嗰人祈禱，我諗到佢未信耶穌，啊，可能今次係我唯一嘅機會，佢隔離有個基督徒喎，咁我就祈禱阿神啊，你揾機會去向佢傳福音啦，你救佢啦，因為其實到越祈咧個心越囉囉攣，祈一路越祈越囉囉，結果咧我就向佢同佢講啦，啊，雖然佢冇信，嗱冇信耶穌咧，我亦都有處理呢樣嘢，因為我都試過傳福音好多次，都有好多時冇信噶嘛。咁冇信嘅時候，我點咧？我就話其實神又俾我一個意念話，神其實知道嘅，神記念嘅。譬如有一日喺審判嘅時候，呢、這個人佢企喺神嘅面前，佢又冇信耶穌，但係神話葉牧師又同你傳福音喎，有其他基督徒同你傳福音，不過你冇信啫喎。咁我哋傳福音就榮耀神啦。所以我就話俾自己聽，雖然佢唔信，但係我所做係榮耀神嘅，亦都希望我所講嘅留低個種子。其實我為過好多人祈禱，亦都包括好多唔信嘅人祈禱，好多軟弱基督徒。咁佢哋有啲真係個靈命更新，咁係真係影響到佢。咁我真係有膽量嘅。譬如曾經有人帶我去佢鄉下，佢咧就喺佢屋企嗰度啦。咁佢又行出行入啦。咁嗰啲人三唔識七嘅咁走入嚟。咁我咧就有呢個膽量，就同佢傾嘅咯。因為由我向喺巴士傳福音，喺網球場傳福音，向賣煙疏嘅人傳福音。佢向我拜完之後，我就同佢講耶穌。總之任何人咧，我都同佢講耶穌嘅。喺網上我又成日講耶穌嘅。
因為我已經做慣咗啦，變咗我去到邊度都夠膽嘅。咁去到嗰度咧，佢行出行入，嗰啲人我三唔識七嘅喎，但我又同佢講，耶穌好真噶，我係葉牧師嚟到咧，祈禱真係好多人經歷聖靈喎，你想唔想經歷下神啊？咁咁佢又願意，咁啊跟住為佢哋好多個祈禱，就經歷神，我又鼓勵佢信耶穌，跟從耶穌，即係就帶領佢信耶穌啦。就係咁樣樣，喺當時我去到嘅時候，佢成個家庭好多個人更新啊，好多個人信主啊，好多人經歷聖靈。咁呢個就係膽量啊！其實呢個係好大分別。嗱，其實每人係爭啲嘅啫喎，不過加埋一齊嗰陣時咧。在我侍奉的果效呢，可能比很多信徒呢是大幾萬倍的。為什麼大幾萬倍呢？因為我每次出去呢，有成幾百人幾千人更新改變，一次有幾百幾千加埋咁樣，不知幾多萬的嘛，幾十萬一百萬都未定的，個倍數呢是幾十萬或者是幾百萬的，就是因為個膽量和你操練好訓練好出去就是這麼大的分別的。那有些人呢，其實聖靈充滿可能跟我相差不是很遠，不過他硬是不用的，不用的時候呢，不用的時候就是沒有作用的。他可能有些膽量，但是他又不去到那個位置去大膽做出來。他有些懂得講很多，分享很多信息，但他又不敢去時時去做。這樣的時候呢，他果效呢可以是幾百萬倍，但這裡看這裡不是的，這裡最多一倍而已，一倍，但是呢發揮出來加埋一起出來同埋有膽量是好不同。所以我希望你相信你的侍奉可以提升幾百萬倍。你跟隔離嗰個講，你的侍奉可以提升幾百萬倍。你覺得我是不是講真話？真話，我都相信。哈利路亞！我都傳過俾你，有啲人嗰、那個非洲牧師，佢講佢點樣經歷到幫助，點樣復興。佢最近同我講，我同佢安排，佢都話我哋教會復興。我去咗之後，佢覺得好好，佢自己又復興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嘢可以咁大影響。而我每次去，我目標人物係邊個咧？係牧師領袖，因為佢改變，佢就影響其他人，所以我會繼續鼓勵佢哋，幫助佢哋。有啲咩佢哋需要幫助嘅，我都係好樂意幫助嘅。咁所以希望呢個圖大家會記得，加埋好大分別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，佢唔係肯喎，而係咧，哇，好重啊！第一同神關係有啲問題啦，背脊嗰度啦，情緒啦，又冇方向啦，唔知我邊度做到嘢㗎，做唔到㗎，唔得㗎啦，又懶啦，翻到屋企又怪你坐喺個電視嗰度啦。睇完劇集，你知嘅劇集一開始睇頭咧，你係好難唔睇落去嘅。呢個係我發現過嘅事，所以我係唔睇嘅，我直情唔睇嘅，唔理佢，唔理佢存在，唔理佢存在，佢唔會搞到你嘅。同埋咧，好多人就俾人影響啦，就係有人講嘅説話，有人嘅眼光，有人拒絕，佢就驚啦，同埋好細膽。好似佢咁行咗幾遠咧，好難啊，係咪？好難去得好遠。同一個人賽跑得唔得？呢個人？是絕對不行的，但很多人就是這樣，他一世人就是這樣。你覺得是不是很多人是這樣？哎呀好辛苦啊，耶穌快點回來，那我不用侍奉了。很多人是這樣，他想耶穌回來的心態跟我不同，他耶穌回來了不用侍奉了。我們幾樣東西去處理。第一，跟神的關係，詩篇十六篇第八節一起讀，有經文一起讀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嗱，呢度講到就係神嘅同在係帶嚟好多祝福嘅。我就不至於搖動啦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我就不至於搖動。我的心就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肉身安然居住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哈利路亞。昨天有一個人上網發現到我的影片，由昨天到今天看了很多很多次，今天他又來了，他呢已經得到一些的釋放，在祈禱的時候他又哭了很多，又得到一些安慰。雖然他都需要很多的教導和帶領，但是呢就是一次過神的同在就祝福。神的同在其實次次很多時候，星期二我都為人祈禱，就看著人釋放，看著人安慰，你在網上都看到的，就是有神的同在，我們的心又歡喜，靈又快樂，肉身又安然居住，即是講到心靈和身體都得到幫助，並且我們亦都可以幫助人，就可以看到他
改變啦。所以第一一定係同神嘅關係，同神關係唔好咧就好唔掂。嗱，我見過有傳道人，我見過有平信徒，好殘好借，好辛苦。點解咧？因為侍奉其實可以好攰喎。如果唔係有充滿神嘅能力咧，哎呀，改變人即次次都唔改嘅，個個禮拜講完道都唔改，冇人改，又帶唔到信耶穌，成日教會都咁多人，只有縮冇得著。咁嘅時候咧，係好攰嘅。當佢冇從神嘅力量嘅時候，係好攰好攰。我希望大家咧係真係耶穌，你幫助我，我一定第一從神得力，第一一定係從神得力。一齊講啊！第一一定係從神得力，與神嘅關係係好重要咧，就係點樣信神嘅愛同埋親近神啊，兩樣好緊要。嗱，譬如我為人祈禱嘅時候，有時我都覺得恩高用時方恨少喎。但係我話神啊，你自己做工啦，神你自己做工，神真係做工，我相信神係好想做嘢嘅。咁咧就係信心啊，相信神好祝福呢啲地方，好愛佢哋，好關心佢哋，超過我所關心嘅。即係我去咩地方都係神啊，你關心佢哋多過我關心佢哋，求你幫我帶領我點樣做，同埋親近，即係信係好緊要。嗱，好多人咧佢軟弱咧，佢話：哎呀，我冇祈禱。咁我會鼓勵大家，你一定咧係抽時間專心祈禱。但係就算你好忙好忙，譬如你好忙好忙，你用咩時間呢？你用你刷牙嘅時間，你沖涼嘅時間，你行路嘅時間，你煮飯嘅時間，你做好多嘢等車嘅時間，你一路讚美神咧，你已經嘅力量係唔少嘅。有好多基督徒就唔用呢一啲時間，你最好有專注祈禱嘅時間，呢個係最好嘅。但除了專注祈禱時間，你等車，你每日等車的時候，你每日搭車的時候，你不斷係耶穌，你真係好啦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一路宣告耶穌嘅愛，同埋咧一路愛神咧，你已經可以有神好大嘅祝福，你已經聖靈充滿會提升嘅。有好多基督徒就係連呢一個最基本嘅都唔做，就覺得好難。但其實你願意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就會改變，哈利路亞。然後咧，人就唔能夠產生好的生命的，一定是從神而來的。提多書三章五節那裡說到是聖靈的更新，是一定從神而來，沒有神的同在，基督徒一定會謝。你跟旁邊說沒有神的同在，基督徒一定會謝。很多基督徒是什麼呢？是有神的知識，神的知識他知道很多，但是沒有神的同在，少親近神，他一定會謝，他會越來越枯乾。我見到很多基督徒咧，佢喺教會裏邊，佢又唔係點投入，佢又懶祈禱啦，又懶睇聖經啦，佢喺度翻教堂，翻咗幾廿年咧，直情係變咗好懶、好軟弱、好無力量、冇信心嘅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咁嘅基督徒，佢去咗教堂好多年嘅喎，係習慣嚟嘅喎，但係咧係冇生命力嘅，冇聽到佢講到耶穌幾咁好嘅，因為佢冇親近神，佢講唔出耶穌幾好。但係當你親近神，你係會睇到神真係好，真係好到不得了。我同人講，我話咧，無論人咩問題，神都會幫嘅。無論乜嘢問題，無論佢係有疾病啦，有煩惱啦，我啱前兩日，因為我成日都為人祈禱嘅，我都有時都唔記得咗邊日嘅啦。有個人咧，佢咧就痛得好緊要，頸、腰、腿都痛，痛到佢又低沉。另外，帶一個朋友咧就家庭問題又低沉。咁我就話俾佢聽，神真係凡事都幫嘅。咁樣同佢祈完到，祈完一套佢已經話：哇，而家鬆咗好多啊！我話你有冇覺得好好啊？佢話係啊，覺得好好啊。但我鼓勵佢：你唔好淨係你經歷，你係去祝福人。你願意真係願意委身嘅時候，神就會大大使用你。所以我一定要從神嗰度得力嘅。第二就係處理生命啦。好多時人係好自然會煩嘅，人性係會煩嘅。但我是選擇處理任何的煩惱，我選擇 不去留在煩惱裡面的，或者是憤怒、啊、或者是反抗性、啊、反叛性、啊、或者懶惰、啊、或者跟人的關係、啊、即這些問題呢，罪性會攔阻神的計劃行出來。羅馬書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，一起讀一下。但我覺得肢體中靈有個靈和我心中的靈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靈。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水死身體呢？
啊，呢個保羅所講嘅。保羅所講到咧，佢話咧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即係講到我哋裡面有一個罪性啊，我哋有一個新性情，有一個罪性情，所以我哋裡面成日都會鬥嘅，成日都會有一種啊，即係你想做一樣嘢，就會有一種反抗力量。你話我想去侍奉，咁你跟住就會話：哎呀，唔得嘅咧，做唔到嘅啦，冇乜果效嘅，冇時間咧，就會好多藉口走出嚟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哋裡面嘅罪性情啦，係令到我哋覺得唔好。但係跟住下面嘅經文咧，佢係講到，但靠著愛我哋主喺呢事上咧，係已經得勝有餘嘅，係一定得勝有餘嘅。其實喺啊，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神就教我有罪即刻。在個心中有意念，即刻就處理，深信佢有破壞性。有啲咩唔好嘅意念，即刻啊，呢樣嘢係唔好嘅，咁我就即刻拒絕。譬如有人對我講唔好嘅説話，我就深信，如果我受影響，我會謝，我就會決意。佢講唔好嘅説話，如果我有錯，我認錯；如果冇認錯嘅時候，我就話呢個係佢嘅問題。佢問題我點要孭住咧？人嘅問題我點要孭住咧？好多人就係咁喎，俾人鬧完咧就孭住，哎呀死啦，真係衰啦，啊佢對我唔好，但我就會分開，呢個係人嘅問題，唔使孭住噶。咁我就決意選擇正面嘅思想、正面嘅情緒，成日就感恩。我裡面都有個聲音嘅喎，哎呀啲人又唔中意你啦，嗰人又抗拒你啊，但係我裡面話神喜悅我就夠啦，我要祝福佢，神咧都可以祝福佢嘅。咁我就決意唔俾佢影響，即係呢個爭戰咧我就唔俾佢影響。而很多時咧，好多人佢軟弱咧，佢就話：其實我好多都有做嘅喎，我有祈禱喎，我有睇聖經喎，不過我係嬲嗰人啫嘛。咁佢覺得一條戒命犯一條戒命唔緊要啦。馬國書一十節一齊讀啊，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。咁啊，點解會咁咧？我哋要記實就係一樣嘅罪，譬如話你嬲一個人咧，就會令到你嘅心唔平安。嬲個人咧。你就會好難去祝福佢喎，你都會見到個人咧就會好唔自然，亦都個人成個人唔自然，自己又唔自然，又會覺得神自己唔中意自己，因為我唔能夠原諒佢，即係同神關係會有影響啦，同人嘅關係有影響啦，同自己嘅關係有影響啦，即係成個人受影響。任何一樣嘅罪，譬如你今日如果俾人鬧完，你又嬲佢咧，你又一嬲佢，你而家坐喺度咧，你喺度發夢喎。你會一路諗緊嗰個人真係衰啊？點解佢今日咁鬧我咧？點解佢今日咁樣講嘢咧？你會一路一路釋放唔到嘅。當我哋俾一個人影響嘅時候，係如果我哋嬲佢咧，係唔會釋放到。咁我咧就係決意，佢嬲我，佢係佢嘅問題，我就會放手啦。我行一步就放手。我都試過好多次講道之前，有人對我啲負面講負面嘅説話，嗱好多牧師上台就唉。今天有個人對我不好啊，啊，好辛苦啊，侍奉，或者他沒有說出來，他心裡面很不釋放，但我就會說，他的問題令到我不需要，因為他而不釋放，我就上台，不要緊的，哈利路亞，忘記一切，放低。其實我試過很多次，這個是輕鬆得勝其中的操練，就是我未講到之前，有人對我講負面的說話，但我上台，什麼都放低，不要緊，這個我不用背著的，那這個就是我決意不被這樣罪影響我，因為如果我被它影響了怎樣，我講到又沒有力量，又沒有信心，又會覺得人都是壞的，這個人壞又覺得人人都壞的，又覺得沒有希望，對自己又失望，即是整個人影響的，即會影響我們跟自己、跟人、跟神的關係的。所以不要以為任何一樣罪，譬如我很煩而已，我只是煩而已，我又沒有搞到人，我煩而已嘛，但你煩的時候你的人呢其實會搞到人的，人看到你的煩樣他都會煩的，凡人呢是有個樣子看得到的。好了，而我們信服神呢是很重要的，撥逆是神非常不歡喜的。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，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，聽勝於獻祭，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別人的罪與行邪祟的罪相等，還等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但有些人說我不是很撥逆神的，我只是不很喜歡原諒他而已，即神就感動我們原諒，我們不肯原諒就是撥逆的，就是不信服。這樣的時候呢，
就已經係悖逆神嘅。即係悖逆神唔一定要你樣樣罪去犯嘅。掃羅佢同神嘅關係當然有好多問題，但佢當時犯嘅一樣罪咧，就係佢擅自去獻祭。同埋其實呢樣之先咧就係乜嘢咧？佢叫神咧叫佢將亞瑪利人所有一切全部要消滅，但係佢就唔肯聽話。咁嘅時候咧，因為佢悖逆啊，佢唔聽神嘅話咧，佢亦都其實佢嘅生命係唔聽神嘅説話，所以佢變咗失去咗神嘅恩典啦。咁所以我哋生命裏面有任何唔聽神嘅説話嘅地方咧，我哋都要處理啊。嗱，好多人憂傷，覺得朝頭早起身有咩開心咧？好多人都係咁喎，起身有咩開心咧？唉，啊咁多問題點開心啊？即係好多人就會咁樣樣喎。但我選擇點咧？其實我想講俾大家知，我曾經都受過一啲嘅壓力嘅影響，會有時咧自己洗碗自己會驚喎。點解？因為俾人話得多啊，成日背後講一啲唔好嘅説話。即係喺我起初侍奉嘅時候，未經歷聖靈充滿嘅時候咧，因為人有時講嗰啲閒話咧，即係其實喺教會受好多嘅，所以點解咁多人殘啊？咁我嗰陣時咧就有個習慣，就係不斷呼求神，一路成日去感謝耶穌、讚美耶穌。咁然後咧，到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就好唔同啦。咁我就處理，我就覺得其實嗰啲人嘅問題，我都要孭住咧咁。咁我就開始處理啦。咁我發覺我嘅思想改變咗，但我嘅心依然緊住喎。咁我就日日都一起身就話俾自己有神，我可以開心嘅，感謝耶穌，我可以開心嘅。我係特登選擇開心。第一次呢一節不知講咧，又會有啲揞住嘅感覺出翻嚟咯。咁我又再次話耶穌愛我嘅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所以我刻意做好多次，做下咧係真係嗰啲揞住啊，嗰啲驚啊，係慢慢走咗。呢個咧真係我親身嘅經歷，所以我唔係冇經歷而後咧去話俾你聽去處理嘅，而係我真係曾經試過自己無端白事會唔開心嘅。我仲記得嗰陣時，我喺第一個教會侍奉嘅時候，因為有一個同工咧，佢嘅批評成日都背後講，又成日同我太太講，就整到咧即係我好大壓力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就翻嚟香港十日。我翻嚟嗰陣時咧，覺得好開心，但一諗到要跟住十日要翻去咧，即刻個心就揞住啦，即刻重曬。但我而家會話，我選擇任何人都冇權令到我唔開心嘅。嗱，一齊講啊！任何人都冇權令到我唔開心。我每一個人，我哋任何一個人，我哋都可以放手嘅，唔使俾佢影響。憂傷嘅嗱，而其中一句説話，憂傷嘅人都令周圍嘅人難受。其實憂傷嘅人咧，你同佢一齊咧，係辛苦嘅喎。你係需要更多嘅能量先能夠去幫佢嘅。咁所以我哋自己求主幫我哋，唔好成為啲咁嘅負能量嘅人。説話嘅問題啦，因為人心裏所存咧就會出啦。善人從佢心裏所存嘅善就發出善來，惡人從佢心裏所存嘅惡就發出惡來。我哋日常嘅生活，嗱，即係先我哋所講嘅，有冇低沉嘅情緒，有冇負面嘅説話咧？我哋説話係恩典嘅説話，因為成日都律法嘅説話啦，律法説話都有時係可以講嘅，即係譬如話我哋一齊去做啦，一齊去做都係做啊。但有時人咧就將佢變咗負面咧，就話你都冇做嘅，你都唔肯做嘅，你都唔肯努力嘅。嗱呢個咧就變咗批評嘅説話，負面嘅説話啦。咁啊，所以口中咧我哋盡量唔出呢啲你都冇做，你做得唔好，你做得衰，你冇用，我對你失望，我對你反感，我見到你唔開心，呢啲説話咧係冇用嘅。如果你真係同佢唔開心，你就同佢講，你話我點樣處理一個問題，即係問咗個正面，我點樣處理一個問題？我哋有一個問題，我點樣處理咧？去同佢傾，就而唔係我見到你我就煩啦。咁我哋就即係呢啲埋怨啊、論斷啊、攻擊性負面閒話，當我留意，我哋就知道幾時係負面啦。你哋嗰啲 WhatsApp 有冇收到負面嘅説話？有冇影響你啊？嗱，我咧。係咁嘅，有啲人咧，佢真係成日全真都係負面咧，我係唔睇嘅。當然佢同我講説話，我會睇啦。但如果佢猛講俾我聽，我老公點對我啊，咁又講我大茶啦。佢個老公又點對我，咁我就會輔導佢。但係咧，我唔會詳細講睇佢細節，因為嗰啲細節係唔好嘅。即係呢啲，
佢不斷講俾我聽咩唔好咩唔好，咁我話俾人嗱，我哋試下唔好諗嗰啲啦，我哋諗下點樣對付啦。懶惰啦，啊懶惰人嘅田地係點樣咧？荊棘長滿嘅地皮，刺草遮蓋嘅田面，即係話佢成個生命都係污穢嘅，係隨便嘅。咁咧懶惰嘅人其實懶惰好似係舒服嘅喎，即係人翻到屋企梗係中意坐啦，坐唔緊要嘅。咁你休息，但係咧有啲人就成晚都係休息嘅啫喎，翻到食完飯咧就坐喺度咁啊睇電視。咁呢個咧就係覺得佢咧，我做咗成日工咯，咁我梗係而家休息一下。咁我唔反對係應該休息，不過咧如果係攰，不如休息瞓覺。咁然後咧，當你有精力嘅時候就能夠起身，即係能夠起身去做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如果日日翻到屋企啊，我都要休息啦。咁你日日都係翻屋企就休息咧，你永遠都冇進步嘅。其實我好多嘢我都係用好多時間練嘅，好多時間學嘅。我彈琴，我曾經一日彈六七個鐘頭啊！因為嗰陣時我侍奉咧好特別啊，好感謝主喎，係幫助學生。咁我一個禮拜有成13個聚會，不過中間咧係俾我預備或者做咩嘢，咁我就中間好多時彈琴。咁我就喺度彈咧，就練下練下咧，越彈越好啦。就喺嗰段時間一個開始嚟嘅。咁我好多樣嘢都係咁嘅。聖靈恩膏我用咗好長嘅時間去祈禱啊，去操練啊。為人祈禱啊，領聚會啊，我全部都用好多時間，打鼓我都用咗唔少時間嘅，彈吉他又用好多時間嘅，即係呢啲都係喺我生命裏面咧，我係好勤力。咁我而家都係成日都勤力，因為我而家我一定要做一樣嘢咧，喺我上天堂之前，我將我嘅教導寫好俾人，寫中文同埋寫英文，印出書嚟，因為求主幫助我能夠做得到，同時我又去宣教，同時又成日有人揾我。成日都有人喺 YouTube 咧揾我，差唔多個禮拜都有人揾我嘅。咁我就好想去幫助人，因為咧，我神係中意我哋見到人就去幫助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咧都係做一個勤力嘅人啊！你勤力咧其實好滿足喎，懶嘅人咧，佢懶慣咗咧，佢啲肥肉太多啊，好重好難喐嘅。但係喐慣嘅人咧係好難坐定唔喐喎。譬如我有時我去旅行啦。行到翻嚟屋企，我一個禮拜，即係我平日喺打網球咧，就係喺星期六、星期日下晝嗰陣時間咧，我哋喺我哋住嗰度網球會咧就有打網球嘅。咁我行完翻嚟啦，跟住我又去打網球嘅咯。我唔會話哎呀，而家坐下，我行咗成日唔得啦。我唔會，我一樣係照樣充滿力量嘅，即係話做慣咗咧，成個人係有精力嘅。咁咧大家都可以，但係有啲人成日都攰嘅喎，成日都攰，因為佢永遠都係好攰啊。第三咧就係時間，另外咧就係時間管理，即係呢啲都講處理生命嚇。呢、這個好出名噶，知唔知係邊個啊？伊麗莎白泰勒，即係可以話全世界嘅即係好靚嘅女性之一，即係好頂尖嘅，好出名嘅。咁咧就聖經講到要愛惜光陰，啊，佢最靚嘅時候，同埋佢其實呢個都唔係佢最殘嘅時候啊。咁咧，但係咧，即係個人就會過去嘅，只有一次嘅啫。我哋個個都要過去，我都知道，我希望我活到120歲，不過呢個機會都未必好高噶啦。活到100歲都未必好高噶啦。咁我活到幾耐咧？我唔知道。如果我活到70歲咧，我只有6年。咁我真係要努力竭力喎，竭力喺呢段時間做好。如果我係80歲，咁咧有16年。咁咧，但係我就話神啊，你幫助我珍惜我有嘅生命，唔好嘥咗佢。因為時間咧，你話而家又去咗個咯喎，你捉住啲時間得唔得？捉住擺落袋先啦，將而家捉落袋得唔得咧？係捉唔到嘅喎，佢係不斷你一講，咦去咗咯喎，所以唯一一個辦法，你點樣捉住時間係善用。你而家聽到咧都有兩種方法噶，今日會好攰啦，啊休息下啦，啊半側耳聽你講啦咁啦。但你都可以處理生命，好啦，哇有幾百萬倍嘅分別嘅喎，嗱而家講緊幾百萬倍分別，我點樣有啲幾百萬倍分別咧？其中係一定有勤力，你冇勤力一定冇可能嘅。好多人就話：哎呀，得閒休息下啦，我唔係，我得閒就寫嘢，得閒我就幫人嘅，唔會啊，得閒我會有休息，但我休息完我就會做嘢噶。同埋原來好多人咧就話好悶嘅喎，坐到好悶，冇心機做嘢啊！好悶，
咁咧，但係聖靈嘅果子就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啊，有忍耐，有耐性，呢、这個都係操練翻嚟喎。我可以坐喺度做一樣嘢，做好耐好耐。其實喺以前咧，嗱，而家我哋用電腦搜尋聖經好快嘅啫，嚓一聲搜曬，搜尋曬。但我以前我係做咗咩功夫呢？我研究基督徒聖經裏面鼓勵我哋要遵從神，有啲乜嘢經文？我係由創世記一路睇到啟示錄喎。我有時咧想講一篇道，想講個主題，講呢方面聖經點講呢？咁我就用嗰個聖經類篇啊，咁咧就係一本書嘅。咁你但佢又唔係寫曬出嚟喎，咁你係揭聖經逐句逐句睇，睇完咧就寫低喎，手寫啊，冇電腦寫嗰陣時。因為手寫，我手寫過好多呢啲嘅材料，所以有好多經文咧就入咗我腦啊。即係就係經過咁多長時間，咁而家就好快啦。但係好快唔代表我就做少啲喎，好快我就更加快去搜尋，變咗我咧喺主題式，我好多經文我都能夠諗到啦，因為我搜尋過啊。呢、这個就係耐性啦。咁希望求主幫我哋嗱，首先你有耐性親近神，你享受神日享受神咧，你就有耐性去做更多嘢嘅。同埋處理憤怒，憤怒咧係帶嚟好多問題，好多人好激氣，好猛震，見親佢就猛啦，係同佢一齊合作就猛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好難做到大事嘅。其實我都見到好多困境，但我就覺得佢有困難，我使乜猛啫？猛係唔會改變事情嘅。嗱，一齊講啊，猛係唔會改變事情噶。猛係唔會改變事情嘅，只有令佢變差嘅啫。猛係只會令佢變差。最後一句看啦，雅各書一章二十節，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，人的怒氣是不能夠成就神的義的，是只有破壞性的，同埋被人影響了，很多時候人就是被人影響，即這些不處理呢，這個人一定去不到的。我在聖靈充滿之後，為什麼我會這麼刻意處理呢？因為我經常活在神的喜樂，我就發覺被人影響呢，我就失去喜樂，我就好想保持在這種喜樂，並且有能力祝福人，所以我就在那時開始，任何人對我講任何事或者任何事情發生，我都決意不被他影響，是可以得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掌管我生命是誰啊？是神，不是他的嘛，他不喜歡我，我不會代表我失去我的侍奉的，神一定有他的路的，我就是這樣深信。結果呢，就什麼人我都不被他影響，但同時我祝福他，我不被他影響，但我祝福他，我跟他講正面的說話，這個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學習不被人影響。而很多時候怎樣能夠不被人影響呢？就是降低期望人怎樣對自己，期望人對自己，很多時候都沒有人關心我的，沒人問候我的，我有什麼事都沒人記得的，我們這樣的時候是很失望的。如果我這樣數我都會很失望的，有幾個學員關心我呢？如果我這樣數我就會很失望的，但我又不計較這件事，有關心我又覺得很特別，但沒有呢沒什麼所謂的，因為我是神關心我就可以了。這個其實你期望的時候，就算好像我這樣，我幫那麼多人應該得到很多很多關心的，但不是的，是有不過不是很多的，不多的，即是在那麼多人幫是有少少有回應的，但是是不是代表這樣我就失望呢？死了，很多人就是這樣，我不回教堂沒人關心我，沒有人問候我，很多人呢他也都不關心人，所以沒有人關心他，他一回教堂都沒有理人，所以都沒有人理他，他說我什麼事都沒有人知道的，這樣的時候呢，即總是說人對我沒有對我好，或者家人對我不好，這樣的時候呢，我們但是不期望，但我只是祝福，有些人說很徹底，但是神會紀念，神會祝福，所以我就決意我不被人影響，但我永遠見親邊我就祝福了，我坐在旁邊我 就去祝福了。我去宣教的時候，有誰跟我一起坐呢，我就會跟他聊天，關心他，問候他，了解他的情況，一路去幫助他的。好了，為什麼不肯處理生命呢？我都藉口了，唉，我現在情況處理不到的，不行的了。我想說最低那兩行一起讀一讀先，無論困難怎樣大，每天面對問題，每天處理些少已是大進步。嗱，呢句説話我就想同你講，真係你處理唔曬唔緊要，你只要你開始處理就得噶啦。你開始處理咧，你開始唔俾人影響。譬如你屋企有個人，或者你同事有個人成日都令到你唔開心嘅，你開始唔受影響，開始祝福佢，
練出佢，你開始做就得啦。你開始做，日日進步，並且你做做下咧，你就開始話我完全唔受影響，完全唔使放喺心上，咁你就會進步啦。嗱，好多人嘅藉口咩咧？哎呀，唔得㗎，我而家狀況唔得啦，我而家唔得啦，冇力量啦，我冇呢個能力啊，冇動力咧。嗱，好多人即係做人冇動力嘅喎，其實神可以使用我哋，可以祝福好多人，其實是一個動力嚟嘅喎。我哋真係可以帶好多人進入天國，好多人得著神嘅恩典，或者太大有困難。哎呀，我不由自主㗎，我自己就會煩㗎啦，我自己就會去失控㗎啦。啊，呢啲其實呢啲係藉口嚟嘅。嗱，好多人咧就中意咩釋放咧？我思維有祈禱，祈禱係將嗰啲懶惰鬼趕走啦，啊嗰啲啊猛整啊鬼啊攞走啦，啊呢啲煩惱啊、啲捆綁啊、攻擊啊，快啲祈禱趕走攻擊。喺我心中咧，我成日覺得我冇乜諗攻擊㗎，你冇得聽我提攻擊㗎。因為神就祝福我嘛，有咩困難我咪困難啊，唔係話攻擊啊。但係有啲人話：哎呀，我有攻擊啊，我有好多負面思想啊。處理有負面思想咪處理咯，唔係成日都話攻擊。攻擊係點啊？責任推咗俾魔鬼。牧師你同我祈禱，祈完禱趕走就得㗎啦。其實趕完佢又翻嚟，因為佢唔識得處理，所以一定係要生命同埋靈性嘅啊悟性嘅處理，然後有靈性嘅處理，唔係淨係趕邪靈㗎。有些人話：牧師，你祈禱叫我有彈琴的恩膏，彈琴的恩膏不是只是按手祈禱得到的，是你一定要用時間操練。但聖靈恩膏是有幫助的，聖靈恩膏是會幫你自由的。好了，有些人就話：在我的情況，個個都失控的啦，我有長期情緒問題的，哎呀，你原諒我啦，我是這樣的啦，我長期的，長期抑鬱的，我出不到來的啦。這些是我們告訴自己聽，你就變成是這樣的。如果大家呢度中間有啲人話我係長期抑鬱咧，我請你揾我或者揾我哋中間啲人嚟幫你，唔係就係釋放，唔係即刻釋放，係輔導，然後先釋放。即係其實係好多藉口啊！嗱，第三就係委身啦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係神所喜悅嘅。你如此侍奉咧，係理所當然嘅。唔好效法呢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就能夠察驗神呢個善良、純全、可憐嘅旨意。深信神嘅計劃係最好最好嘅。神的計劃是全世界最好的，行在神的計劃最好的，来一起说，神的計劃是最好的。天怎样高过地？天怎样高过地？神的道路就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人的道路呢，其实呢就好像幽人的。捐来捐去，哎呀，有缝墙了，哎呀，有困难了。但是神的路呢不是的，神的路有什么困难都好，行过撒哈拉沙漠一飛就飛過噶咯，坐飛機係咪啊？唔使個沙漠嗰度慢慢捐嘅，有困難都好，你唔受影響咧，你可以得勝有餘嘅。我希望大家記得呢句説話，你處理些少，你就可以一步步處理。你委身神啊，我願意委身，用時間親近神，用時間侍奉主，你嘅心靈就提升。我希望大家會跟我哋出去，同埋有啲人咧，嗱，我哋即講到委身啦，就係佢冇目標，所以唔知行邊度。咁樣嘅人咧，喺佢一切所行嘅事上都沒有定見嘅，因為佢嘅生命佢就係好見到前面就做前面嘅。如果我哋見到前面做前面係做咩咧？會起身就刷牙啦，係咪啊？一定要做啦，係咪啊？食早餐啦，煮早餐食早餐啦，翻工啦，翻完工放工翻嚟睇電視啦，咁呢啲就每日要做嘅事啦。即係佢每日就係俾呢啲眼前要做嘅帶領啊，佢永遠都唔會提升嘅。佢一定有一個指定嘅方向，係神嗰度嘅方向嘅。好啦，侍奉嘅能力我哋需要提升嘅。我哋先講到幾樣嘢嚇，講到第一樣咧，就係同神嘅關係啦。第二係處理生命啦。第三咧就係委身。第四咧就係侍奉嘅能力啦。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，唔使驚㗎，呢啲其實我哋可以放曬喺網上。在 Dropbox 那裡，大家可以下載。神所賜有使徒、先知、有傳福音、有牧師和教師，很多信徒就喜歡，他們就會傳福音了。但這個說什麼呢？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就是神，這些人就是要來建立我們。我今天就是想建立你們，興起你們。我希望你聽完之後，神啊，我這個禮拜有沒有做什麼？我要反省，我要開始向前走，不要停留在這個地方。我
我會咁樣講一個真話。事實上有好多人，好多傳道人係冇諗住興起嗰啲人去做嘢，只係話你過坐喺度聽，乖乖聽話就得㗎啦。我覺得係佢失咗佢應該做嘅責任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，你做組長，你唔好就話你個個禮拜坐喺度乖乖地，而係你話你點樣出去祝福人。甚至嗰個組員第日去開新組，你又唔緊要，我釋放你，神祝福你，唔緊要㗎。你唔使一定要個個人留喺你嘅身邊嘅，佢哋出去侍奉咧已經係非常好㗎。嗱，好似耶穌同十二門徒，佢就係訓練佢哋，所以佢哋需要訓練，又操練，又去練做出嚟。我自己做過好多次傳福音啦、建立人生命啦、領敬拜啦、彈琴啦，即係好多人嘅侍奉、為人祈禱啦、釋放啦，都係我做過好多好多嘅，同埋爭取機會去服侍啦。保羅話：無論得時不得時，都要去傳福音。無論得時不得時，我有啲同學病嘅時候，我又會傳啲嗰啲link 俾佢，啲連接啊，就話俾佢聽，耶穌真係好真，耶穌真係醫治嘅，我可以為你祈禱嘅，即係我就會傳俾人嘅。咁我都會傳俾你，希望你會傳俾你嘅朋友，去爭取機會去服侍。而第五咧，勇氣啦，有勇氣。啟示錄有一章八節，唯有膽怯嘅，佢哋嘅墳就在燒著硫磺嘅火湖。哇！膽怯嘅人都要落地獄。嘅意思咧，嘅意思唔係一定話每一個哇有驚你就落地獄，而係嘅意思咧，呢、這個人嘅膽怯以致佢唔能夠跟從神嘅時候咧，佢係可以落地獄嘅，係可以在燒著嘅硫磺嘅火湖。所以膽怯可以好嚴重，好多基督徒冇使用嘅恩賜就係膽怯啦。唔得嘅，傳福音冇果效嘅。嗰時我喺我教會訓練佢哋關心人啦，關心人。有一個人好強烈嘅反抗，佢話我關心佢，佢哋唔回應我，所以我唔關心噶啦。佢哋唔理我，我同嗰啲人新嚟，我關心佢，佢都唔中意我關心。嗱，佢就係因為佢嘅經驗，所以佢就唔做。但係聖經吩咐嘅，我哋無論我哋嘅經驗係咩，我都應該係做嘅。同埋我哋點解要怕人咧？即係驚就驚人啦。聖經話唔好怕嗰啲必死嘅人，唔使怕嘅。同埋咧，以耶穌為恥係會點樣啊？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咧？人子喺佢父嘅榮耀裏同眾天使降臨嘅時候，亦都要將嗰人當作可恥嘅。即係當我哋以神為可恥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人咧亦都係可恥嘅。神會當佢係可恥嘅。嗱，其實呢度講咗咁多樣嘢，個結論最重要、最重要就係呢句金句。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，一齊讀下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，他是愛我為我死的。嗱，點樣勝過惧怕？就係你與耶穌同死唔緊要嘅，死就死啦，唔死得嘅。好似以斯帖，我若死就死罷啦，唔緊要嘅。咩後果神會負擔嘅？咁嘅時候咧，你嘅心就唔驚啦。我與耶穌同釘十字架，我就委身啦。與耶穌同釘十字架，我就勝過人嘅影響，我就勝過情緒嘅影響，唔緊要嘅。其實點解人會有容易有情緒影響？因為佢太在意佢自己啊。嗰啲人傷害我啊，佢唔睬我，唔關心我啊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在意自己，我哋就會受傷害。但係我哋話乜所謂啫？佢哋唔關心我係正常，因為罪人都係咁啦。罪人唔關心我有乜所謂咧？咁我哋就唔會放喺心上啊。唔緊要嘅，我哋唔係咁巴閉嘅。我哋幫幾多人，佢哋回應幾多，唔緊要嘅。我唔死得嘅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就唔緊要。其實我睇我自己咧，我就話我有幾多時間我就俾神。其實我喺我呢個年齡，喺有啲地方咧，已經嗰啲人已經老早死咗噶啦。神俾我時間咧，係讓我祝福更多人。所以我話我有幾耐咪有幾耐咯。咁但係我又想爭取更多喎。就不是為了驚失，不是驚失去我所有的，而是我話我橫掂都要失去的，我就趁我有的時候我就捉實它使用。有些人話牧師你大過我們很多，我們還有排的啫，我們都是四十零歲啫，三十幾歲啫，有些五十幾歲啦，即係都我的時間多過你的，你得幾年，我們有二十幾年的，三十幾年啦，但是遲早都會過去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
啲時間係要好長時間，同埋一樣嘢，趁你年輕嘅時候學。你學彈琴，你等到60歲先彈啦，係好難噶，係好難好難噶。好少人好似我咁，即係50幾歲學普通話，即係咧一樣可以係啊，我50幾歲先學普通話啫。咁多都得㗎啦，我而家都夠啦，聖靈嘅運作我都係50幾歲學嘅啫喎，即係但係咧。神就可以咁樣使用我哋，其實咧，你靠住耶穌，你係得勝有餘嘅。嗱，有一個派啊派，你中意蘋果派啊？蘋果派。啊，呢個派係咩咧？第一就係祈禱同計劃。呢個就係評估啊，呢個評估嘅方法。第一你就祈禱同計劃，我點樣改善？我點樣改善個問題？第二咧，行出嚟啦。第三咧就係評估，評估之後咧，我又去翻。新的行動，譬如咁啊，好，我要傳福音，跟住傳嘅時候咧，又行咯，因為評估果效唔好喎，咁有咩問題呢？我又再次去做，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我傳福音試過好多好多次，好多次嘅失敗，但係好多次嘅失敗咧，俾我一路積聚經驗。其實我發覺最有效咧，就係經歷聖靈半路法，就幫人經歷聖靈咧，係大人信主係最多嘅。咁咧我就評估發覺真係嗰個果效係唔同嘅，又會改善。但係點樣做法咧，亦都係一路去留意，即係點樣去改善嘅嗱。大家再記實呢、這個，第一就係祈禱同埋計劃，我點改善嗱？好似而家你想點樣改善，你有冇諗下？你我講過個分別可以幾百萬倍，或者千萬倍。咁你而家開始有啲乜嘢可以計劃去做呢？你有啲乜嘢行動？你要咁諗啊！你唔好話好啦，我開始做啦。咁你跟住呢個禮拜又過咗，又下個禮拜又嚟喎，咦都未做喎、啊。你會發覺個個禮拜咁過去喎，好快喎、啊。禮拜二之後咧，我都係發覺好快喎、啊。整兩整咧，啊又到要禮拜二啦，又要預備好信息喎、啊，發覺好快又嚟咯喎。咁但係我希望大家呢、這個禮拜你準備做乜咧？你要而家諗定喎、啊，你有啲咩可以改變得，以至你將來可以你嘅侍奉果效去幾百倍。你唔就話我想啊，我想，我祈禱啦。嗱，祈禱好重要，但有啲人以為祈完禱咧，你就會有幾百萬倍，係唔會嘅。係你一定要操練，一定要學習，一定要行出嚟，一定要處理生命。你唔係淨係祈禱嘅。有啲人以為祈禱咧就會全世界人就會信主，係唔會嘅。聖經係講你哋一定要去使萬民作我門徒嘅，係唔係淨係祈禱佢哋使萬民作我門徒嘅？係你要去嘅。呢、這個禮拜你準備做咩啊？你諗諗到呢個禮拜準備做乜嘢改變？你聽完之後，你有咩改變咧？你嘅祈禱生活同神嘅關係啦，點樣改變啦？處理生命啦，委身啦，啊呢、這個啊勇氣啦，同埋咧侍奉嘅能力啦，點樣去提升啦？有啲人聽完唔知啦，唔知啦。我們一起起身祈禱，主耶穌幫助我們，主耶穌幫助我們，求主你啟發我們的心，讓我們醒過來。有人可以侍奉有幾百萬倍、千倍、千萬倍，但有人的侍奉的果效只是零零星星、幾粒細沙，但有人可以是很多很多的人得救。主耶穌，我求你施恩憐憫，使用我們的生命。主耶穌幫我們處理生命，幫助我們有目標，我們的生命可以有目標，可以被神大大使用。我們每一個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，求主耶穌你施恩憐憫，讓我們在神裡面有目標、有盼望。靠著耶穌我們可以得勝有餘，因為神你是定義我們可以有神的能力，你定義大大使用我們。主耶穌，求你興起我們的心，我們決意今日有什麼可以改變，我們跟神的關係怎樣改變，怎樣祈禱改變，我們跟神怎樣可以更多的禱告，怎樣一路行路，一路經常想著耶穌，一路多謝耶穌，時時去想著耶穌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們時時怎樣去提升我們的靈命，處理我們的生命，怎樣去操練服侍有委身，然後呢是勇氣踏出來，亦都在未訓練好之前都可以這個禮拜去祝福人、關心人。主耶穌，求你施恩憐憫，求主耶穌你施恩憐憫，
感謝耶穌，讚美天父。在這裡中間有沒有人，你說想到一件事你想做的，大聲說出來。有哪一件事是神感動你的，你就大聲說出來。神啊，我願意做這件事，神啊，我願意做這件事，你願意的，你大聲說出來。耶穌，求你感動我們的心。有哪個願意，你大聲說出來。哈利路亞，耶穌，求你激勵我們的心，求你激勵我們的心，燃燒我們的心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我剛才講到祈禱不是一切，但一定有祈禱開始的。祈禱不是一切，但一定有祈禱開始，一定是祈禱開始先有改變的。但祈禱不會改變一切，祈禱之後一定有行動的。求主耶穌施恩憐憫祝福我們。